我发现李云芳这个英雄啊，玩得好就特别厉害，玩得不好下路还不如一个一般的射手还能推塔，因为他那个大招有点难扔，你知道吧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李元芳那个大招还是有点讲究的。我扔那个李元芳大招也不是很自信，我感觉我扔大招就一般。有的人带晕眩呢，就二技能大招，哎，反正挺考思路的。元芳，如果你推不了塔的话，元芳选出来真的不如一般的射手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感觉一晚上碰了三四个元芳了，这推不掉塔。别人选个狄仁杰，选个那个后羿，老老实实 A 这个塔还 A 得掉。这李元芳，因为他不像一般的射手能清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嗯，竞猜，等一下，我有点忙。他不用跟我呀。我露娜秀不秀看缘分的呀。如果你让我打一晚上，我估计还是能秀的。但如果一把一把的打，就容易乱。等他先拉，拉了后我再拉，哎，这就很漂亮啦。暴击，对啊，带红月呀，红月就有暴击啊。哎，残血交闪现杀他吧。可以压塔了。啊，算了吧。这就有点伤了呀，这个人死不掉的，我去拿蓝了。刚往塔下飘，看张飞又过来了，慌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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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把这个打野刀做一下，再刷自己家野。等一手惩戒，然后拿那个暴君。去把这个蓝给拿了吧。哦，蓝没有，那拿暴君吧。我怎么感觉我杀那个吕布要这么费事儿呀？希尔术一座。
哎呦，这个张飞太狠了呀，看着他被杀。把中路给推了呀。等七月初。我应该直接大招的。我直接三二一连招，他必死。他有大的，算了。你说这个气不气？他这一推，把我这个大给推歪了，急死我了。好吧，我感觉我买的吸血术应该直接做物抗大招。好的，下路塔推。那这样就不亏了，蓝 buff 肯定没了，我们直接往他们家蓝 buff 那边走，他们家蓝 buff 差不多要有了，然后李白在上路，对不对？我拿 buff， 谢谢。哎呦，想断大，我应该断大杀他的。拿暴君嘛，先把下路带了。他应该没有大吧？可以，咱们就直接做法穿了。不做面具了。封盘，忘了。每次封盘都点到抽奖去了，不是封个鬼的盘我都没开呀。可以的，这种时候开金叉有什么意义呢？嘿，
哎呦，真的是急，每次杀人的时候一手闪现我就没办法了，那我就跟着砍了。疯狂空大真的是醉了。我觉得技能位置是不对啊。等一下我先拿蓝。你，他后面都没人，他要跑过来眩晕我一下，是我的好兄弟啊。两个塔都推了，等下拿个蓝，拿个暴君就行了。我感觉出这个东西，出法穿对面也没什么魔抗吧？哦，两个魔抗。好吧，这是我们的魔抗，对面都没有魔抗，我出个法穿我也怕是个傻子。一天到晚瞧不起被砍了的那个面具。面具虽然被砍了一刀，但是还是好用啊。漂亮。哥们死得非常稳。哇哦。我感觉他要发财了。哇，这种漂移式转法有点东西。你不会又有大吧？你不会有大吧？都不许有大，有大我都死了。回来回来，打不了了。
给彼此一条活路，兄弟。我的蓝 buff 呢？没有蓝的我瑟瑟发抖。有蓝了，我应该买复活甲的呀，我傻愣着干嘛呢？又懒了，可恶。这怎么操作老是犯懒呢？就不想操作，你知道吗？终于赢了一把。